任务开启，今天的任务是上面一碰20张哦，打7张水壶，看看效果如何。球，哇哇，秒解啦，厨爹！肯定是这个，对。我想想看，如果我卖掉打，卖掉打，买打，卖掉会合起来，打龙、哦，这回解不完。卖卖生拿什么碰击？就先拿这个跟这个，然后下一盒碰五吧，碰吧，也可以先碰第一轮啊，先碰个三出来再想别的，对吧？反正先解完嘛，解完再说。其实也不错不管我要玩糯米厨爹是米，厨爹是请聊天室的米卫兵们集合，干你妈屠金龙说不定也不错，这场没有鱼，所以屠金龙可以独大，全家就是米家，哇！继续保持下去。好了，哎，不对啊，这回就可以解完了。哦，但这回不能碰，不能碰。先等一下，不急，反正它是重置效果。妈的，还只刷龙跟元素哎！哇，楚爹天选之子哎！智障球在我元素大阵的时候开一排少安，少安是那个吗？二六的那个预言者。少安现在在干嘛？比起少安，我最近在抖音上面最常刷到的人是谁呢？是艾莉。他好像之前出国去结婚，然后回来看起来就像个女的。这句话是不是很伤人？这句话是个称赞吗？算了，试试吧。艾里是不是很励志哦？嗯，怎么解释励志呢？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他难道什么叫励志？什么叫啊？干，又输，又输一滴，我他妈！哦，这把有秦王哎，当木王的木王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那我打下一个会加，这个会加大，对不对？米，然后一刷出复制，比赛结束。霍格一刷出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把米卫兵枪毙了。那个我就收下。哦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！啊啊啊！
接下来第八回合开始就要拔线了，这游戏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先整理一个滑鼠的空间。我支持你，但不要让敌人知道我。还玩小声小破龙呢？来不及了。我智慧球只给工具人套餐，除了智慧球就没有智慧。干！我上次的智慧球也只给工具人套餐了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。Mimic， 哦没有，这盖再给 Mimic 有点没道德了，是不是？海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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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盗。哦，骗小孩的，哦，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，脑袋就是外来的精兵。那个我就收下。啊，接着玩吗？我是说麦克拿个一四起来打、啊，就是我先麦克这个放个一四下来，它比较小嘛。为什么还亮亮？其实你可能也不用这个、欸，你说明自己就可以把它刷完。打谁打谁打谁，好好打好好打，大家大家好好打好好打。大家好好干你！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没告别的瞬间，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离开也很体面，才不辜负这些年。我给你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，这是正确的战术。我现在也不用升啊，我现在就看腿给什么，对不对？看看。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球给什么啊？也升干嘛呢？升都也没有了，升也不知道浪费时间。那个我就收下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哈哈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也不是不行的、欸，其实。拿两只挺好的啊，我们可以拿两只先放手上上这个啊。我把要给的宝物先把他们保留下来。乘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。小黄是体质要怎么锻炼？别打了，别打嘞！哎、欸，五十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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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以开始引擎发动 ，So come on， 引擎发动。
让窗外的风吹满每一个毛孔，我是今夜最闪亮的。好，我们就不用上对吧？我们就拿着就好。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哎，有腿了，有腿了，有腿！那个六七也可以卖掉了，不然可以再刷一手，不然就决定我把这个卖掉。复制。哦呦！见鬼啦，楚爹！啊，全家家当都来了，这还打个毛线？复制。工具人谁是海盗？不然拿个这个把变食物。哎、欸，拿个铜须，铜须要卖谁啊？哦，不行。我们还要留这个吗？他妈还有机会途经吗？问问自己。第一步骤，问问自己。但没有这个，没有金这个，其实没有倒转了。要来比一场吗？我试一把吧，不要紧张嘛，先试一把。哎呦哎呦，对面很接近哦，对面干你拿。应该拿草，你也涂不了，干，不要给他涂啊！他涂了塑胶，干，然后被打一拳，我弄死他，他妈的！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，我也不太喜欢你讲话，放开，这是外来的金币，他可能会让许多人搞金的事，改观哦。好多亮亮！哎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刚好呢？你看，这不就精了吗？啊，要把这虫凤留着。认识了世界的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我最喜欢乘风破浪，这是正确的战术。这是正确的战术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麻烦，这换来的金币就收下。我把腿，这好像不用，我觉得不用。天知道。哦、我有十二块钱，为什么我有十二块钱？这怎么打得来还赚？要来比一场吗？先这样吧，累了。我知道现在可以超过盖，我最喜欢打。我说啊，我刚剩两级是吧？哦，这把偷偷龙，还有偷偷龙的机会，呵呵，我们可以干人家同学。他也在想倒转啊，因为他有那个、啊，他也有破，可以看到最钱可以破百。呵呵，假设你做拔线或什么的话，钱可以破百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哪个先卖？Golden Daddy， 天知道
会选他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们刚刚说人家什么东西？大哥别卡别卡，大哥生活很紧张。要来比一场吗？要来比一场吗？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估计是吃了，这把没有鱼欸，他只能靠搞这个把我搞死欸，我要把这个全部都拿在手上就好了，对吧？你还真行啊，可以的话，雇佣一个手下。可是我这样会没有钱欸，我这样到底钱转不动怎么办？少了个手下。而且智慧球会让你的刷新出智障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工具组还是复制人？哦，传说组。哦，你还小于十五？海盗，海盗，海盗！我现在买一只海盗赚两块的。啊啊啊啊啊！啊，这个。我们他们有什么可以赢我的、啊？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。先这样吧。哦，这也不是他的错，对吧？但我觉得我还不够努力，我应该可以再刷大一点。我觉得我才刷这样，好像还有点发挥空间。对，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六只螳螂女王都拿在手上就赢定了，对吧？没有任何人方法打得赢。还要把这个也拿完，那就把这个也拿完。六只吧，七只，七只也可以啊。真的，这是献给艾萨拉的礼物。我见识过真正的忠言之客。碰了，我们跑。稍加黄加一七吗？稍加黄还是稍加黄加一七？
那这个要走对吧？稍加好的话，好吧，我会想你。我们再找嘛，再找就有了，对吧？那大黄、小黄呢？哇、哦！果然搞两个炸鸡想弄我，送客。哈哈，他碰了19次哎，我才碰11次哎，我好烂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海盗家家的那个，或又是复印机。每个雇佣一名手下，那家伙用可观的攻击力。我讨厌锻炼腿，那个我就收下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100%赢呢、欸。松克。耶、yeah, ！8000分了，楚爹！哇，一下各位朋友们，对面很糊。嗯、我刚有在想要不要把烧点成15，但我黄就要换一套新的才可以。才100，这个太小了吧？我那个43金铜须配4。